会是很漂亮的小花呢。妈妈，你是在跟植物说话吗？是啊，每天对小植物多多说赞美的话，它会长得又好又快哦。真的吗？植物能听懂人话？所有美好的讯息，自然界都能接收到哦。那么神奇吗？看来有人不相信啊。那我们来做个小实验。只要你们每天对小植物多多赞美，它很快就会开花了。你是最美最好的小花，我真的很喜欢你哦。那它本来就是会开花的吗？哇，真的开花了！爸爸，小植物听见我说的话了。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你的颜色真不好看，你不可能是最美的小花，你还是别开花了。啊，完了完了！什么完了？小植物完了，快来想想办法。哦，看来是有人干了坏事。我没干坏事，就说了几句不好的话。那只能赶紧再说好话补救啊。我前面瞎说的，你快忘了吧。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小花，你真的是很好，又有很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，大家都很喜欢你。他好像没什么反应啊，怎么办？还好只有一片花瓣耷拉了，我来想想办法。超级变装，只能这样了，应该看不出。我又没干坏事，我干嘛要躲啊？小点声。妈妈快来。完了，被发现了。又开花了，太美了。谁做的蝴蝶结更美了？赞美小实验成功。成功。幸好没被发现，看来赞美真的有点神奇。悠悠的赞美植物小实验差点被楚楚破坏了，不过也因此我们更加相信了赞美的神奇力量。